不是社团，小有人的社团。大学有社团。有有有有。哎，我上礼拜教你要用哦，快就好了。光哥没去。光哥不要装了，不然打不中的，他们家有受不了。哎，不再笑嘉伟了，打一打还敢笑他？近一点，下上上下都可以做。你后右手挡好就好了，出了出了来。同一手，对啦。再来，再一次。有了，我看到，但我现在很痛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要不要打太低哦？待会再用哦。不要退，被打不要退。你看，家人都很看，你是不是在窃喜？你看，我金刚不坏之身，你看。近身的时候，后手要把往上叉，中间叉下巴。近身的时候，叉了，后手啦。来，前手两颗。好，来站定位换拳。换了，换了，换，不要挤他，换。不用绑的时间换，换一波。那换他打你的时候把他换。我家伙开始当大模式了，真的惹怒他了。我现在给你一个战术是，希望你平安。哦哦，这中了哦，你是不是很高兴？给我录下来，我们就要剪这个片段。后手后手，要把插头。待会趁他打你的时候跟他换一下，让他知道什么叫换拳。好吃吗？好，先罚，先罚，先罚。你要配合他的速度啦，跟他一样。我刚换啦，刚换啦，多一点啦，两颗三尾。不要推太多，推太多比较痛哦。你看他脚在哪，人就在哪。啊，你不要推太多，不然是犯规。准备哦，踩右边哦，踩右边，踩。有做出来就不错了。打两拳就可以踩了。好，这时候打一拳。抓这个啊，抓这个啊，快就好了哦。你左手左勾打到他多用，看能再来，看能再来，不要急，脚站稳。没打到啊，好不好？不要急哦，看能再打哦，拳多一点没有差，可开始再打哦。他端比你低，你就按他的背，往下按，你就休息一下，战略性休息。有中喽！你打后手要往前一点，多吃一步上去。哦哟，这个踩右边可以哦。你近身突然做一个后仰后手，要快的。近身的时候啦，然后趁他打的时候，后仰后手，你看他脚在哪儿做，来拳手两颗，有。
这没多长时间啦、啊。不要闪太多，直接换换换换。你不要管其他打什么，就跟他换。你就三一波一波三拳或四拳就好，不要只狂出啊，停下啊，再换再换。不要趁他打完，你趁他打完换不到。不要闪啊，晃动一点点，加出拳一点就好。趁他打你的时候换，你不要先打。有吗？有了吗？趁他打你的时候换哦。太近了，太近，你想进家我就是。不要退。